世界上最难做的职业是什么？是销售员，因为他同时干着世界上两件最难的事情，一个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，第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。产品不会自己跑到客户家里，一个顶级的销售员可以把并不顶级的产品卖给顶级的客户，这就是销售的能力。你可以想